吃饭碰到前女友，哥们找来了我情敌，我动手打了他，之后前女友跟我说她再也不想见到我。哎，干嘛呢？你听我说呀，我现在有点想打老师。你想清楚了？算是吧，我现在觉得爱情还是应该建立在物质基础上。别我，行了，别说，你听我说完呢。你也知道我现在一穷二白，我什么都给不了你。我现在，你懂我要给什么？我不懂，这是你把我推荐给别人的理由吗？我不管怎么努力，我们之间永远都有距离。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可以不懂事，但是我不可以不懂。与其我这样耽误你，我们现在还不如……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我现在根本配不上。那你努力呀，你努力的走向我，那我会原地踏步吗？你怕耽误我，你怕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你什么都怕，你唯独不怕失去我。为什么分开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我怎么可能喜欢别人呢？那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不离开我，我们就不会分开。你有什么愿望吗？我想娶你。你愿意啊？我想娶你。我愿意。面头上飞花，能遇上一次落下。